我不怎么定义我自己，这是个完美主义者，但是你不那样要求我，我也会那样要求我自己。一旦要学，我今天就要去学，我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去把它做好，不能把它学好了再去展示，就挺跟自己要强的。我觉得我很满意我自己。